啊，陈队长，他排一起排队。还是你要点，我直接帮你用那个。对。欢迎来的，很好吃哦。而且我们现在有活动。来，进来看，进来挑哦。现在的先挑哈，真的。对，十八了，大家进来挑吧，进来。今天送七百。
平安了，平安，新年快乐。平安喜乐。啊，帅哥美女，快过来！哎，阿姨，来，你今天穿这么漂亮，来吃个冰糖梨。好，姐姐了，姐姐了。来，那个，欢迎小美。不喜欢再撕掉就可以了。五张300。
来吃一下健康五谷，买一送一，韩国米果，来吃一下健康五谷，可以直接吃的当代餐。Hello Hello， 欢迎参观选单，红枣花心汤。Thank you.
啊，无芳你讲咩？无芳你讲咩？讲无芳。掉了。你在哪里？出来呀！
先跟我讲。哪一个？他要那一个，我现在剩这一个。他要没有那个是。要捐钱吗？然后我先帮你给我看。这里妈咪他们也喜欢吃那个花生。这个买单有比较重的，他这个单可以买单。高粱酒的买单。对，是上高粱酒买单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师傅你的。剪刀嘞，你带的剪刀嘞。过年就算，就给你算。现做的鱼丸呢？哎，手工的鱼丸，新鲜现做的。好朋友来了，套餐。如果做梅酒小啤酒，杯茶解忧。以后，
超不错。优惠领优惠，好，就是这一张。待会抽到大奖要换这一张，有几张？待会再来讲。这一张拿到要怎么用？麻烦各位听一下，我讲快一点，不要耽误各位时间，要注意听。来，第一点，拿到它没有期限，今年可以用，明年可以用，后年可以用，用到年尾为止。没有期限不是我规定的，国家规定的，消基会规定这种礼券类的不能有期限。有听到的点头。第二点，拿到它怎么用？一张订一间房间，两人房用一张订，四人房用一张订。请问一下，十六人大通铺用几张订？上会用，还没有十六人大通铺，我只是举例啦。OK， 来最后一点，这一张拿到可以住哪里呢？多大拼好，最北从台北，最南到垦丁大街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，全台湾加起来总共将近有70家的优质旅宿，让各位有选择的路径，有最高的点头。那70家待会各位看。最后补充一点，麻烦各位听一下，这一张拿到什么时候不能用？一个时间点要记住，农历过年不能用。农历过年，全台湾的券、全台湾的卡、优惠卡、优惠券都不能用，只有一种卡可以用，叫做信用卡。好，很棒。OK， 来，